Hey everybody, it's Steven from Asian Boss. It's just been reported that China is projected to unseat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world's number one economy by 2020. That is kind of a big deal, but the reality is China as a country is still very much unknown to the outside world. If anything, it's often portrayed by the Western media as a communist nation whose citizens enjoy zero freedom. Well, are you curious as to how the people of China themselves feel about this perception? What does democracy mean to Chinese people? We hit the streets of Beijing to find out. Have you heard of democracy? What is democracy? 对，然后呢，民主你也要尊重法律道德，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下做一些可以维护自己利益的东西。民主这个词的含义，小学学到的是人民当家做主吧，长大之后觉得更多的是赋予人民自由吧。很多西方的国家会觉得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所以他们就觉得中国没有民主啊，你是怎么看这个？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啊，你对这个观点有什么看法吗？没有啊，就是作为咱们这一代人，然后这么成长起来，咱们接受的教育和我们看到的事实，本来中国就是什么什么 Republic of China， 本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呀，人民民主专政啊，当然很民主啊。所以说，你觉得中国是民主的国家或者民主的政体吗？我觉得是的，可以这么说。就是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国外的民主，说实话并不是我所羡慕的那种，然后也并不能由他们来定义民主是什么。其实我觉得中国还是挺民主的呀，因为我感觉这个要分层次看的吧，就是有一些地区啊，或者是有一些阶级，他们官僚气息比较严重，但是就我是一个大学生来说，我觉得非常民主啊，至少就是我每天睡醒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去每个地方啊都会感觉别人都善待我，然后我想做什么事情自己也可以做，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民主一种体现。我觉得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就完全不能有民主，我觉得两点其实不是很冲突，对比以前来说现在很民主，它很多可以听老百姓的意见，可以投票选举什么的嘛。也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能干，但其实我们这个民主有一定的限制，对，有时候要翻墙才能看到国外的一些事情啊什么之类的，它有一些事情会封杀或者怎样，这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中国可能需要做到更开放一些，但是还是有很多事情我们现在也慢慢的开放，比如说像以前文革的事情啊或者那些事情现在都已经蛮开放的了，大家就是有错误就直接说出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的也一个进步，但是我们中国可以做得更好。原因是因为外国的媒体一直有报道说中国的在这个媒体的管控啊审查制度上非常的严格，那你觉得这个是事实吗？其实这个我觉得可以用强这个词吧，对，挺正确的。其实强更好的是保护中国的青少年，它真的很有用，所以强这个东西我并不反对，但是也会阻拦一些正确的资源，但是这个确实有点问题。然后虽然我不排斥强，但是我还是渴望到强外面。我觉得每个国家其实都有审核制度，然后这个些审核制度的存在其实就已经代表了一种对社会环境的一种对社会环境的一种清理吧。我觉得很好，他就是在维护我们的社会嘛，包括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有很多负面性的影响，很大很大。然后呢，这些自媒体给过滤掉以后，给打压下来以后，我们的社会就不会像发生这种事那么严重了，那么混乱了。所以说，我觉得他们这么做是好的，是对的。那个中国审查制度严格，也是我觉得是有原因的。就是我也会那个有时候看一看那个 YouTube 上那些那个视频，因为它有好多都是那种就反党的，然后就什么。就是丑化中国的领导人那些现象，就那些视频很多，就有很多人他们都是不能分辨这些对错的，如果他们看到这些视频的话，就很容易被带节奏，然后就是不便于中国的发展嘛。那你觉得中西方的这个政体上有着怎么样的区别呢？或者说简单一点，中美吧，没什么区别。我没觉得美国比我们好，我没觉得我们比美国强。以我的见解，我觉得还是西方人更自由，
这可能也是一种政体的不同。像中国，你到哪里都会有一种制度管着你。就虽然西方也有这种制度吧，但是更能让人们感觉到他们有一种自由感，就是他们可以做更多想做的事情，比中国更开放一点。一个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我觉得区别不是好大吧？感觉以前他们都说他们比较自由，然后怎么样？我觉得我们现在都还好。我觉得现在其实蛮像的。西方的政治体制，他们就是，多党之间就是轮流坐庄嘛，相对来说比较民主，但是吧，他那个决策效率比较低下，啊，然后中国呢是那个，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然后多党合作的一种政治制度，这样的话就是决策效率比较高，所以中国发展也能这么快，这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在这儿，我觉得民族凝聚力特别强，然后能抱团取暖的一个国家。中国就是在政府的管辖下都挺稳定的，治安什么的都挺特别好。因为中国毕竟人也多，然后我感觉它好就是，像这种制度比较严格的话，它相对来说可以很好的管理起这么多人。但是不好的地方吧，就是因为人多，然后这个制度有时候会让一些人感觉，就是让那些觉得这些制度不好的人啊，他们很多时候就是感觉不自由，然后又没有地方去说。你觉得自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自由对我来说就是活得开心。我现在很开心，我刚才走在街上，正在吃着我很喜欢吃的零食，然后又能和你们聊这些，我都觉得很开心。言论自由，还有行动自由，然后呢，思想自由，我觉得这就够了。自由就是，不触犯法律，没人规，没人限制我。自由吧，我觉得应该是相对的。如果没有一个界限来管控你的自由，那这个可能就不叫自由。你觉得在中国你有自由吗？是的，我认为。Of course。啊，有自由的。你看我俩这不是很自由，对吧？我们所谓的没有自由，是因为在一些法律的一些上面，我们是有些东西不可以去触碰。但是相比较一些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言论，我们还是有自由的。作为中国的公民来讲，你觉得这个政府会让你感觉到不安吗？比如说你做错什么事儿或说错什么话，你会害怕政府去找你麻烦吗？会有这种担心吗？没有，我目前是没有的，因为在我的生活处境中还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我根本不会怕。我觉得如果我讲的一些对我们政府没什么利的，我觉得他们应该取我的意见，然后慢慢改正。完全不会。这不是因为出于我拥护啊，这是真的不会。这个国家是一个让人非常安心和舒服的一个国家，真的很好。外国人啊，或者西方人啊，因为以上观点而不敢来中国的人，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呢？中国的美食真的很好吃，没有关系，真的在中国是一个很安全、很法治的国家。我想说，其实中国还是一个很开放、很民主的国家，欢迎你们来玩啊！中国其实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可怕，至少你作为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我们会给你最基本的尊重，那是肯定有的。放心，不会出现这件事情。来吧，我北京欢迎你，就这样。好。We conducted a street interview at random and want to thank all of our interviewees for taking the time to share their opinions. Whether you agree with their views or not, I hope we can at least agree that getting information straight from the source is much more insightful than hearing it from the mainstream media. Having spent some time in Beijing, we ourselves didn't get the impression that average citizens were afraid of their government, but what are your thoughts? Let us know in the comments. For more authentic insight into the latest news and culture trends from Asia,Be sure to subscribe to Asian Boss and follow us on our social media. Thanks for watching, and as always, stay curious.